小南门，小南门里面的早市很有名气，是个网红打卡地。最近小南门早市休市了，我们进去看看情况。西安小南门早市休市了。市民在看休市公告。小南门早市的东西两侧都贴着休市的公告。小南门早市休市的一个公告。11月11号开始休市的，开市时间还不确定。看公告，小南门赵师，也经常来吧？哎，不久没有，几十年都没来过。这挺热闹的，哎，挺热闹的，今天来一回。今天来休市了，哎，休市。那么有名气的早市。早市休市了，市民挺失望的。叫卖声此起彼伏的小南门早市，休市后显得异常的清静。有市民在打羽毛球。小南门早市。是西安四方城里面最热闹、最接地气的早市之一。附近的居民都喜欢到这里买菜。最近几年，小南门早市也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，许多外地游客都喜欢到这里看一看，看看西安城里的市井生活，到这里吃吃各种小吃。这儿的小吃很多，有肉夹馍、蒸糕、驴肉火烧。这是以前拍摄的小南门早市，让我们一起通过回放的视频和图片，来看看小南门早市曾经的繁华、热闹、接地气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是连你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，这是西安人的歌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是连你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，这是西安人的歌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是连你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，这是西安人的歌。西安人民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是连你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，这是西安人的歌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，这是西安人的歌。